拿斧子，我一脚拿斧子把靠住了，不过来了。你起来，你起来。不然你听着够不着，拿斧子把靠住了。那撇过来，人家也这个弄得挺光，光，他主要弄那个就是挺光的。有多少人去拿？我们不是，多少人也有。他不也摸了我手？哎，我这没有没有讨厌，没有啊，不能往这边儿走，嗯，不能往这拍，啊，去拽一下，把这落下的都给你把它背着。这小鬼儿在真味儿出来，这个家伙。我走，你前场一定腿就过去了。哎。对，摆那个腿，拧它。再没有。这木块白的，要把这个折就给我。好，下来了，下来了。你撂着撂着，就这还没套着呢，看着。套完套来。嗯。这个掉下来，这接菜苗下啥的。不行，那这嘛是潮汐，这嘛那也是走。就往那翻的，你往那翻的。哎呀，你得使劲蹬那腿。要不，我都我的往起蹬蹬，还要这个不够用过来。往上边站着，往上边。我过来，我这弄的不行。一二三六，一二三六，那来你说你聊你挂你拿报道给我报管理报管理这个二不还挺白，挺干净。你看，就知道也是，就白。
那两头不围着嘞，这黑暗再剩下的，完了又杀一头猪，还有猪亏的，我们那地，现在往一捧，一个，啊，在邻居的房房，杀一头猪，这猪还是不掉善的，对，看猪白的，杀的还是不累你看，白养白的是呗，幸好。嗯，关键是咱还是都不会。对，人家一干我们也都也在面上都不会，是不是？嗯嗯，对，啥乱七八糟。可以，有猪还是可不错的。这个有用。嗯。先把先生啥时候猪完没了？后边啥时候猪再弄个专门。哦，这我上一头猪不是啥专门的。哦，再吃点啥？嗯。我跟你说，再没时间看肉，不把这肉没来停了，要一会儿。我要煮肉，你吃。